为了庆祝教师节，大甲市镇南国小特别安排各种的趣味活动，除了利用在地所出产的文旦，和老师以及各年级学生进行趣味的竞赛游戏，同时也邀请到廖林书来个校园，和平时辛苦工作的教师，会当借着这个机会好好放松。另外，校方也特别表扬优秀的教职员，感谢因多年来对校校的付出。到了市镇南国小路的军军，趁着教师节来到学校，特别举办着庆祝活动，透过一地所出产的文旦，进行着各种的趣味游戏，除了学生，就连教职人员也拢生了是非常欢喜。就是今天有玩剥柚子，就是联合中秋节的活动，一起剥柚子，这是很难剥，那个皮很厚，手都是油油的，都是绿色的，很好玩。也感谢所有的教师们这么辛勤的教导孩子们、教育孩子们。我代替所有的家长们感谢所有的教职人员。第一摆告诉这除了各种趣味游戏进行，校方特别邀请到廖林的师傅来教校方，和老师会当利用休困时间来廖林放松。同时，校方也送给每一位教师一座廖林礼盒，希望大家在努力教学了后，也唔通忘记你爱来休困。那也体恤到老师的辛苦，所以我们除了结合我们的中秋节活动，有一系列的趣味竞赛之外，最后我们还安排了按摩师来学校，让老师在繁忙的教学工作当中能够放松一下，其实有一个愉快的教师节。为了感谢在学校服务的优秀教职员，校方特别举办着表扬活动。今年总共有19人来接受表扬，其中教师王真奇也在学校已经服务超过30年了。那很开心，因为我在这个地方服务了30年。那3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，而我们整个氛围都很棒，所以在这里待非常的幸福。很高兴在镇南服务已经25年了哈，那这25年来过得非常的精彩，那也教过非常的学生啊，我也在行政历练过，基本上非常很喜欢镇南，希望能够再继续服务下去。透过教师节活动的举办，都来感谢所有教职人员无私的奉献，要转好书信，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。期待在未来，大家能共同努力，继续为囡仔来打造一个优秀学习环境。记者江怡聪报道。